2022年底 ，CNC Tech 开始与八天一号合作。我们为客户成功收购了128公顷，这只是工业园一半多的面积，还可以再建设工厂、仓库和商业建筑。在工厂半小时的通勤路程内，您会经过规整的内陆集装箱仓库、大型的国际机场、知名的永安市，还有多个美轮美奂的度假村。八天一号距离海防港只需2.5小时车程，距离中国最近的边境口岸仅需3小时车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距离北部中部最大的港口内排国际机场仅30分钟车程。CNC Tech 从2022年到2025年底分3期开发八天一号，一期首批16公顷土地于2022年8月建成，分4个区域。A 一区为3层建筑，每层面积5000平方米，租户可以选择多个单元，通过桥梁和共享走廊连接。A 二至 A 四五为物流多功能建筑，面积从13000平方米到57000平方米不等。二期占地25.7公顷，设计时考虑了集成制造链。厂房面积有2600平方米、4000平方米、8800平方米、13000平方米可以选择，而且我们还有2个20000平方米至27000平方米的仓库，这些都将于2023年底前可以交付。三期占地32.4公顷，将于2024年1月开始建设。它依然是一个开放式的规划设计，可以适应我们未来租户的独特需求。最后一个用地，我们还会规划住宅公寓和配套生活小区，制造商可以在为这里工作的员工提供宿舍和生活便利。八天一号的目标是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工业园区，拥有干净整洁的道路，还可以领略优美的河流绿林和天然湖泊。该项目还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，整个屋顶都覆盖了太阳能电池板。